一直甲大家人讲，安怎样来培养咱这良心？心那是健康嘛？安尼的人呢，必定是贫。不管你物资再富有啦，健康永远都无够啊，永远都不满足啊。不满足呢，就是最贫困啦。所以心啊病啊，嘛是一种的病啊。哦，要治疗，世间药啊无法度好治啊，唯有呢佛法，唯有有缘人来度化。所以心病的人是最可怜悯者。咱那是会当闻法啦，听到法啦，会当起着迄份恭敬三宝的心，听闻教法啦，伊会当入心嘛，改变了伊的行为，那安尼呢，就会当苏灵也心生傲不喜，写出了一份的真欢喜去报喜人的人，那安尼对当转变为富啦。咱捌听到咱的委员伫咧分享啊，有安尼的一位老人。他平时啊，在少年时代，就是较未晓想嘛。虽然有产出、有土地，也嘛成家立业，也嘛是有囝，人生呢，安尼应该满足咯。不过，伊无满足。伊感觉，伊爱国在，为事业不可打拼，所以伊咧都爱打拼事业，都爱甲人应酬，应酬朋友啊，就去食酒啊，同时呢，都甲伊套牢，去甲砍啊，砍去呢，抢大家咯啊。开始的时阵呢，开一点啊甜头，伊感觉讲哇，这比我做生意呢，较轻松、较快活，所以开始呢，卖伫迄个大家咯，慢慢来啊，都拢总是了去啦。过来呢，朋友都搁甲讲啊，不如吼。交情啦，人对人吼、较好谈啦。一群的交道呢，为着伊开始啊，真正都甲人跋筊啊。本来是一个真正的和乐的家庭，认真打拼，疼惜无囝，变成了慢慢的啉酒、耍大家乐。当时沉迷伫交经营，生意袂晓做啦，酒醉倒来就是拍无囝啦，田啊、园啊、甲事业呢，都安尼一直一直呢，直直败落去。后来某就甲伊离婚啦，囝就甲带走去啦，一直呢。变成到咱看到伊的时，伊已经呢，住伫一个杂草堆的内底啊，外面啊，已经呢，唔知偌久啊，迄、那个草比厝较悬，啊，唔过伊身体也阁算袂歹啦，外面呢。真好交朋友啊，虽然是遐尼正
病啦、孤老啦，不过伊嘛是会定定出去外面，甲人开讲啊。啊，转来一间厝呢，都亲像粪扫堆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对伊呢邻近的人啊，就甲这个个案报予咱的委员，委员去甲看，就甲这位阿公沟通啊。是不是会当，好阮来甲你拼拼嘞哦？唔去，那组成队啊，就去甲伊交朋友啊。定定呢，烧啊、冷啊的物件，赶紧的拢送。透早来甲看一下，暗时来甲看一下。后来呢，有一天就甲讲，阿公。常常来吼，真想要入来厝诶坐坐咧。啊，毋过你外口遮垃圾吼，啊是毋是呢？来，我帮你拼拼咧，好无？草啊来挂挂咧啦。好啊好啊，我是欠人诶人尔。啊有有，阮真侪人哦，甲我同款吼，祖先对伫偌久以前毋是有来看你，啊你都安尼毋肯互人接近你。所以吼、哦，因真想要关心你，甲我同款呐，是毋是呢？我甲找逐个人吼、哦、来拼拼咧，好无？若甲你同款会用的啊，所以呢，都找一群呐、啊，有委员，有主席，十几个人啊，安尼厝前后壁草啊，拢总甲挂，一世界的粪扫拢甲扫扫咧，对窗仔门咧。看者，好内底足垃圾的，就搁进一步讲，阿公，我找一工啊吼，咱来内底吼，拢总甲拼拼的。这阿公看到遮济人啊，大家人拢对阿公长、阿公短啊，而且呢，拢无嫌伊讲吼，伊是孤单老人，所以伊感觉讲吼，这阵人会交陪你。这阵人呢，会答可以，所以甲因沟通讲，内底要甲拼呢，好啊，看定时来，下礼拜六来哦，好，下礼拜六来，门一个拍开啊，哇，内底呢，实在呢，有够垃圾，阁是臭啊，阿公就讲，歹势啦，十多年啊啦。啊，都吼想要拼，手都软啦，所以我都甲放咧安尼啦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咱逐个人拼一个掀开呢，鸟翅啊、蚵仔，哇，阁有蛇诶！逐个人呢是安尼惊甲呢，毋过吼还是有一点诶爱心，所以啊，伫一工诶内底啦，一二十人呢。拢总甲拼好啦，甚至呢拼嘛甲擦啦啦，甚至垃圾的甲拼出去呢，清气的入来，焕然一新啊，阿公欢喜啦，甚至从安尼开始，甲这组织人安尼。